这个叫蝗虫啊，蝗虫啊，吃稻谷很厉害呢。蝗虫如果多的话啊，那回到稻田啊，稻谷很快就是被吃光了。这个叫蝗虫啊，不是草稿，草稿是那个什么螳螂，那不是草蜢嘞。泡面是比较小型的，哦，这很大只的，这会吃稻谷的呢。那不是蟋蟀哦，也不是独角啊，那不是大鳖啊。蟋蟀跟那大鳖啊，佫无同款啊。大角交许蟋蟀啊，佫无同款。